是一座悲情的城市，这里发生过一个凄美的故事。那是1938年的3月初5，日本人从长江边上上了岸。记得那天我去镇东头看外公爹爹，住在舅舅的家里。记得，可是连一百人都不到，我们班也就剩我一个了。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宝。姓什么？我叫姓宝，保卫国家的宝。怎么还有这个姓？这个姓也只有万南通有。小宝，怕死了？我不想死，我奶奶七十了，我们兄弟俩都在队伍上死了，就没人照顾他。会有人照顾他的。小宝，跟兔崽子拼了！
我回来了，在外公家待的好好的，没进外头，在打枪。快进来，进来！爷，你外公舅舅舅妈呢？爸，日本人来了！喂，坐在这。哎哎。 当家的，今晚的狗叫的没魂的厉害，听说日本人啊已经从姚港上岸了。妈妈的日本人，不在东洋他们老家好好待着，跑到我们这块来，又杀又抢，这帮畜生！听说他们把南京都占领了，杀的人呐数都数不清了。依我看，在这儿也不太平，万一碰到狗日的汽艇啊，我们连命都保不住。哎，索性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我们到南通城内找个亲戚躲躲啊！哎，救命！ 因为受到了惊吓，小弟弟生下来就死了。后来我们一家死里逃生，来到了城里的濠河边上。转眼几年过去了。 哎，你把门板卸好了，一会儿跑一趟商会的王会长家啊。好嘞，去做啥？最近洋油不是吃香了吗？你把这些票子啊给王会长送过去，上下打点一下，别让人看见啊。什么时候？老板娘，这洋油现在可是日本人的控制物品呢，这弄不好是要啊。怎么那么多话呀？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。 小子来，买树头油哎，胭脂香粉雪花膏。胭脂香粉雪花膏。老爹，你干什么？上海有么子呢？老爹，上海新来的。老爹，哪里会有上海货？哎，这不都是扬州的？钱老爹，哎，慧姑娘，您这羊铁皮盒子里装的雪花膏怎么卖呀？
你要赊账啊？哎呦，你那可成老爹，你今朝发财了！就是，哎呦，成老爹，谢谢。哎，天天向你喊魂，到底办什么好货色呀？哎，佟大嫂子，快点！哎呦，水仙娘，我这是昨天才进来的，正宗树头油啊！什么树头油啊？这黄祸水就是最好的树头油。今天倒是想开开洋荤，我想弄点雪花膏。哎，佟大嫂子，行，你一人靠一点啊，好，抠吧，抠吧。 脸上身上通通抹一遍，抹得香香的。省得那些城里的妈妈说我们乡下女人有鱼腥气。陈老爹，我就要点擦手油就可以了。哎呀，你们家佟家担子一响，还不是黄金万两吗？抠吧抠吧，给他抠，让他全身从头到脚抹得香香的。晚上佟家大哥，哎呀，一个都不放他的手。哎呀，陈美人啊，什么事儿啊？ 江家娘娘吗？来，快来表表，上海来的雪花膏。我们会馆那些老板奶奶啊，平常用的香水啊、洋碱啊，不是东洋的，就是南洋的，这根本是瞧不上的。陈老爹啊，你大清早上又在濠河边上喊魂啊？我们那些会馆的老爷啊、少爷想睡个回笼觉，都被你搅了。 打扰了，打扰了。你像我做这小生意，不喊魂行吗？喊魂吗？你到东南营门口去喊呀！那边呀，花灯红灯一大串，姑娘奶奶一大堆的，大半夜都不睡觉的呀。大清早上客人一走嘛，正好来买你的梳头油啦、雪花膏啦，对吧，水清娘？<笑>东南营的怎么了？堂堂正正做生意，我又不曾给我自己立一个贞节牌坊。哎呀！ 水清娘，我跟你讲话，跟别人搭什么干啦？嫂嫂们，今早啊，我们绍兴老家来贵客喽，我要做八碗粑、海参啦、鱼翅啦，还有那个虾浮沾肉圆。哎呦，忙啥子？我先下河洗菜去了啊！再会啦啊！啊呸！不就是个淘米洗菜倒脚汤的佣人吗？装什么呀装？瞧他抹的那一脸纸屑灰。 还东洋货南洋货，肯定是老板奶奶用剩的下脚货。十三弟，我听说那个江家娘娘，老早也是外乡来的。是的呀，陈老爹，啊，地地道道的乡下人。是，以前嘛就是个做黄酒生意的。3年前他男人在南城门口中了日本人的枪，我一直觉得他蛮可怜的，每次见到他都客客气气的。 后来那些绍兴老板把他弄到会馆里给姑娘奶奶们梳梳头呀、烧烧饭呀，抖起来了呀。别以为别人不知道，不就是趁着奶奶们不在，跟老板大起大巴的。是，难怪人家说乡下女人不识货，拿块脚不当脸不。哎，你说话嘴上观点风好不好啊？怎么了呀？哎，她就是个乡下女人呀。你屁竹子不要带到笋呐！哎，我骂她。 关你屁事啊！滚！哦呦，看你人长得蛮周正的，哎，怎么一开口就放屁呀？什么不识货呀？哼，我们乡下女人再不识货，哼，好歹也只抱自己的老公睡觉。不像有的女人，天天换男人，不是？哼，我还就喜欢天天换男人。今天晚上，我就换你家男人试试。 你倒试试看呐，老娘我等着。吃，我怕了你。这都是邻居，可死！死奶奶瞧吃。妈妈的，一大清早叫什么魂哦？兄弟，昨天晚上不曾管教好，一大早上开始立规矩了啊！老娘天生看不惯他的死架子，哎，你看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俺说人家江家娘娘这个那个的，真是不要脸。好嘞，是。家来哟，吃早饭了。回来了。在换我们呢。哎呀，来了来了，喊魂呐，真是。 陈老爹，哎，妈妈得先弄一点象牙。来，不行，来了来了，你男人在外面跑单帮，你一个人开个老虎灶也不容易的啊，开水西施。你怎么也叫我开水西施啊？倒是你是绍兴人，长得又漂亮，你才像西施呢。哎呦，不要瞎讲八讲啦。
你姓施啊，人又长得标致，又开了个老虎灶，不叫你开水西施，叫你什么呀？现在三十好几了，没人看了。哎，对啊，哎，刚才跟慧姑娘吵什么？谁想跟她那种人一般见识？我告诉你，我看见她那个死架子就不想搭。她也是苦人家出身，是没得法子了，才到东南营的妓院当了婊子。当婊子还没法子啊？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些安徽会馆啊、绍兴会馆的那些大老板，有几个没给过他洋钱的？那都是老话了。后来他得了脏病，被老鸨给赶出来了，这日子也苦得很。哎，你听说了？他现在呀是在那个南濠河边上租了间破房子当野鸡呢。我看他不是野鸡，他是煮熟的鸭子，浑身都烂，就这张嘴还硬着呢。哎，哟，两位嫂子下河边呢。哎，哟，这不是张家二位小姐吗？你们这个小姐身子丫鬟命啊，啊，大白天就跑河边来涮拖把呀？对不起对不起，你们先洗，我们待会儿再涮。今天啊我们值日，我们女师新来的教导主任没魂的要清爽，天天要我们把地板拖得汪亮啊，对吧若云？又来新先生了？哦，就是以前南通师范的宝先生，前几个月刚从盐城回来的。能，这宝先生嘛，就是我告诉你们，我知道这个宝先生，他就是那个大宝家相里宝举人的孙子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他爹爹以前老到我店里来买绍兴老酒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什么老酒陈酒的了。哎，江江娘娘，现在日本人当道，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，咱们可得相互帮衬着点儿。大小姐，你这话里有话呀。啊，方才啊你们和慧姑娘在桥那边吵架，我们老远的就听到了。我不过随便说两句，碰巧被你们听见了。妹子，你那张嘴啊是得饶饶人。我是可以饶人。那水性他娘能饶他？哎，这死奶奶！水性娘，人家慧姑娘又不曾惹你，哎，你说你没事儿，你瞎起什么哄？怎么啦？我骂上婊子几句，你还心疼啊？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呢，我去疼他，我又没有钱跟他困觉喽。是不正经的，快到嫂子上室去。好嘞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快进房。快点，快点。来了啊！生意怎么样，水琴棒？我们这些摸鱼摸虾的，一天三顿，也就限子粥了，不一天是一天喽。最近混得不错呀！啊，我嘛就是嘴勤快，手勤快，不讨人嫌。我也勤快，你可曾嫌弃我啊？呸呸呸！死鬼！冒鱼呢？哦，在这块。哎，给你准备好了。谢谢啊。我们家老板的猫最爱吃你捞的猫鱼了。那就好。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江江娘娘，哎，水冲好了啊！好好好，来，水冲，小心烫啊！正好啊。那我先走了，我们大老板吃完了饭要去狼山上烧香。哦，哎，再来啊！哟，瞧他能耐的，人儿登。你别说啊，他呀，在会馆待这几年，人真出息了。我倒是也想出息。可那个绍兴老板又不要跟我坤。呀，你们这些臭男人说着说着就下作了啊。找二位。走走走。姐姐，我来了。江小姐，哎呦，这水滚开的啊。好，水抽放这儿了。哎，张家大小姐，我正想问你呢，这日本狗杂种什么时候翘辫子啊？嘘，慢点，我来正是有些话要跟你说的。你说。这些日本人啊，最近越发凶狠了，在城外搞了个什么竹篱笆，这进进出出啊，盘查的像闭头发丝儿一样，你们可得多当点心啊。哦，晓得了，晓得了。水冲好了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，谢谢了。走了。哎，好走啊。走了。哦哦，慢走，慢走。哎，来来来，
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哎呀，你有什么事情呀？我跟你说啊，哎，我总觉得这个张家大小姐啊，神神怪怪的。你说会不会？哎，这个，新四军，哎，又找你的问题。这不是水琴他爸吗？你女儿那张嘴，刀子。啊，乡下女人没见识，你就不用跟她计较了。就是想高兴高兴嘛。高兴，为了皇军，耶！我会好好伺候你，走吧。哟西，两面大大的，大大两面大大的。哎呀，老李。不会泼出来吧？不会，这都是洋油箱子，这口啊，我用锡封了一圈，泼是不会泼出来的。但是你们一定要小心火烛啊！那走吧。那辛苦你了，我们先走了。走吧。哎，千万要小心。放心吧，我搞到了宪兵队的通行证，走了。见底了，你今儿紧张的半天了，差不多了，来口来口，来口，来来来来，来酒乘凉，下什么酒啊？下酒下酒，快点，老娘把端午节供祖宗的酒都拿出来。黄花，倒嗓子吧。好酒，好酒，来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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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口来口，嫂嫂拿的酒，嫂嫂先弄一口，来。喝酒都是封你的嘴，吃你的。我有，你们这是来来来，老娘我就正线。哎，嫂嫂，你这是在弄什么稿子啊？哎呀，那两个死丫儿，脚长得比个子还快。我到开水西施那儿借了鞋样，给死丫儿做点鞋穿穿，省得那些灰姑娘城里人受我们渔船上的人，哎呦，大吃脚呀，啊，不干净呀。哦呦，你不要拿个剪刀捂啊捂的，再戳了人。你再说呢，我让让让让剪死你。你对我狠有什么用啊？有本事啊，这日本人来了，你把他给戳了。他来惹我呢，来惹我老娘，我哎呦呀，连根拔。哎哎哎，我们啊不说一些没相干的啊。哎，前些日子这小日本从这个天神港到海边修了有200多里的这个叫竹篱笆。对，竹篱笆。对，弄竹篱笆做什么呢？我跟你讲，就是为了把这个四老哥和我们这些老百姓分开了，要困死他，饿死他们。那新四军不是吃亏了吗？那是啊。我的个亲娘啊，你坐下坐下，你粗喉咙大嗓门的，小心再吃了日本人的枪子。哪个怕哪个。嫂嫂，你们在这儿，快撤！大人呢？别管我了，记住，今天晚上千万不能回家，在濠河边上找个地方躲起来。快走！枪吧你！站住！老哥，你受伤了。这把有我。他中弹了，快滚！
你们是？是我。哟，张家大小姐。日本人在追我们呢。啊？这位先生是？是我老师宝先生。哎，你呀、啊，就混到我们这儿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坐这儿。不行啊！我刚才跟日本人打过照面了。我有办法，藏到我们船上去，快走。哎，不行，你到船上没退路。来，这儿。到这儿，来，走走走，走来来、哎，你们男人，快点，快点，日本人这事情我来做。过来啊，快，衣服换一下，多谢谢，多谢谢，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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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，怎么在我的柜房里呢？各位坐。这不林冲家吗？啊，这大半夜不困够在这里干什么？哎呦，刘先生、相公公，我们在说评书《柜中缘》。来来来来，您坐您坐您坐。对对对，来来来。你，胡说，有没有看见两个男人？有一个还受了伤。往这边跑了，说。先生，先生，你们说的男人是不是瘦瘦的、矮矮的，好像还戴个帽子啊？哦，好像还扶着个人，走路一拐一拐的。哎，对啊，你看见了？哎呦，刚才我看到他们慌慌张张的往那儿走去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好像也看见的。哎，不曾看清楚，往那边去了。嗯，来。哎，这边。哎。我是说嘛，那个什么斯赛嘛，对吧？哎，开了一马子。虎眼，我还是看不见，看不见，过来看，看见没有？哎，我来看看是什么。哎呦，你们说的地上那些血是不是？哎呀，太君先生是这样的，哎呦，刚才那两个死鬼男人说要下酒，我就给他们弄点黄瓜吧。这一弄好，慌急慌忙的把手切到了，还没来得及剥，你们就来了。哎呦，是的，是的，这是。哎呦。开了，嗨！走了走了。哎呀，大哥，你的手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我不碍事，快去看一下先生。走走走走走，来，慢点，小心，慢点，若云，没事吧？慢点，再靠这儿。谢谢大家救了我和若云。哎呀，你说话不能这么说啊，我们哪个更难了？宝先生，你就快别客气了啊。也不知道志远他们三个怎么样了啊？还有人？还有三个。我这就去找他们。啊，童年大叔，老先生能不能在你们这儿养几天伤啊？就啊。那我走了。放心，我等你。是啊，开水西施，宝家奶奶，哎呦喂，
一大早的又下着雨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有事要来问你。哎，啊，那您快进去坐吧，别淋着啊。你真是稀客呀。你可曾看见我的孙子玉衡啊？昨天晚上啊，他就出去了，打了一夜的枪，哎，吓得我一晚上都睡不着觉。哎，他们不会出什么事情吧？哎呀，你不要吹没头好不好？哦，怎么一开口就是出事情的，这多急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老奶奶。要不然这样，我去找张家大小姐，问问她可曾见过宝先生。姐姐，昨天夜里啊，我有三个同学被日本人给打散了，你认识的，就是住在仓巷里头的王家三侯和四侯，还有那个志远，还像老陈家的，你可曾看见他们？哎呦，不曾看到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，昨天半夜里啊，一直都是又是狗叫又是枪响的，我这个右眼皮啊，突突突突突突突使劲的跳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不要出事情才好。是呢。谢了啊。哎，婶婶，宝先生伤得不重吧？林同将说呀，没伤到骨头，没事。那宝先生是不是大宝家像那个宝举人的孙子啊？嗯，是啊。哦，晓得了，晓得了，原来是他呀！哎呀，别说了，婶婶。哎，等以后啊，请你们喝喜酒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谢谢啊。走了，婶婶。哎，张家大小姐，慢走啊！哎，走了，姐姐。哎，到了哟，张爸、梁好姐你。张爸、梁。娘，慢烧了。小龙，小龙，来来来，过来。哎，婶婶，小龙啊，天天听你喊，喊得好听嘞。来，给雪清弄个汤饭吃吃。啊，婶婶，吃个烧饼吧。哎呦，烧饼就算了，太贵了，刚盼吧。娘，我不吃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请客。哎呦，那怎么好意思啊？你也是小本买卖，要不这样，你搓点蚬子去喂喂他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婶婶。我没爷没娘的，喂了汤也没人孝敬。哎，婶婶，我走了。哎，小龙，没事了，谢谢啊。这丫儿真懂事。兄弟，我跟你同乡大哥今天到乡下去做，我们把狗子带走了啊。好，好吧。今天你哪儿都别去啊，就盯点这个。哎，我说要不要把宝先生弄到船上躺着？你船上哪保险呢？你就让宝先生在那委屈委屈，等我晚上回来，我把他转移到乡下去啊！好，好，好，走吧。荷包，卖荷包。什么意思呀？我嫌脏。有生意都不做，真是乡下女人。哎，哎，死家子，去！太君，找我有事儿吗？有何可太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有几对新四军？啊，新四军，这样的，你们昨天还来这儿船上，这里到处都搜过了，没有什么新四军游击队，都没有的。八嘎子！你们进来！我是新四军，跟他没关系，我跟你们走。Thank you.
对不住啊。山本君、おっしゃった。皆さんは地元の方が隠して踊りましたでしょうか。山本君は自分の自身家族で確認取りました。でまたはお願いいたしました。各位领主、各位高朋，皇军说，大伙都受惊了。这五个人啊，想炸宪兵队。窝藏新四军啊，皇军实在是不得已，他才这么做的呀。不过呢，皇军大人有大量，他们说了，只要大伙儿各自把这尸体都领回去，以前所做的事情全都可以既往不咎啊。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皇军都这么说了。该领的就过来领，该收的就过来收，别搞到最后，大家都不高兴，啊，赶紧来吧。近づいたら殺せ。はい。千万别过去，日本人会开枪的，都不要过去。千万别过去，日本人会开枪。Thank you.
奶奶，大小姐，请坐。奶奶，你是知道的呀。十岁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到上海去做生意，江上碰到了风浪，翻了船。是我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的，没想到日本鬼子来了，我的大孙子就为国捐了躯，还要在外面招招惹惹的。奶奶，鬼子侵占了我们的家乡，无恶不作，如果不把他们赶出去的话，我们哪有安生日子过呀？可你们都是一些读书人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你们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啊！我们两个孙子都没有了。奶奶，您别太难过了，当心身子。是日本人来了。莲儿，你赶快先出去应付一下。你从后门走，从后门走。奶奶，孙媳妇儿，你别管我了，你快走吧。那你，我们家不能再出事了。走，奶奶，那你自己小心点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走，快走，奶奶，快走，快走，奶奶，快走。老人家，您好。老太太，这是山本队长，他是特意来看望您的。你是中国人？我是日本人，从小在满洲国长大，对中国的礼节我通通知道。哦，你是日本人，在我们东三省长大，还懂得我们中国的礼节，那你们怎么不请自来呀？来了还杀人放火？私たちのルールがすごく悪くて。中学の前のが全然わからない。老人家，据我了解，南通姓宝的人家可都是蒙古人。蒙古族，那就太好了呀！日满蒙可是一家呢。泱泱中华，自古是汉满蒙回藏，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，从来没有听说过。跟东洋人是一家人。您没有缠足，那和我们东洋人就是一家人。脚是一样的，走的路不一样，心就更不是一样的了。宝先生的死纯属是个误会，队长说了，我们决定给宝先生配上最好的紫檀木棺材来厚葬。我的孙子，宁可草席裹尸，也不烦劳你们。你们的事情办完了吧，请回吧。我还要去接手呢。私たちは帰ってください。トイレ行きたい。老人家，以后不要和皇军作对。你们保家在南通还是大户，我们皇军会派兵每天为你们站岗。完了，我们保家有狗看门。进。おばさんの方が犬がありまして、私たちの方が犬なくて。バカ！老太太，您坐，您坐。我还不老，还可以跟你们耗上个十年八年。老太太，今天来我们还有一桩事情。说吧。只要你写一纸声明，让那些后生和年轻人们不要再为难皇军，不要步
宝先生的后尘。好，好，我谢。免了。都在，商量一下，好歹给兄弟凑个棺材吧，我就活着。山本さん、もうどうぞ。どうも、もう帰れ。はい。こちらへどうぞ。哪个呀？婶婶是我，张家大小姐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来坐这块。哎呀，别忙了，婶婶，坐坐坐，来。小狗子呢？哦，童家船上戏去了。婶婶，这是学堂的同学们一起凑了些钱，先给你们救救急。谢谢啊，大小姐。那个，
宝先生和老奶奶的后事都炖好了。真巴望新四军早点打过来，抽了他们的筋，扒了他们的皮。哎，鬼子从天生港到海边修了那么长的竹篱笆，把新四军啊都快给困死了。如果有一天咱们一起去放把火把他给烧了，你敢吗？敢呀！妈妈天，哪个怕哪个！大小姐，哪天你去烧那个狗畜生的竹篱笆，你叫上圣圣，我跟你走。水仙娘，哎呀，哎，妹子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呦喂，这风来了！哎，我呀，给你带了点姜半蟹，我给芽儿冲着吃。姜半蟹啊！哎，好东西，好东西，救命的呀！没事没事，快去放好，小心啊！哎呀，我还给你带了两个水桶，没事。不用，水桶干什么呀？啊！哎呀，听我说呀，哎，嫂子，这南通城里啊。哎呀，这店铺、住家、洗衣裳，哎，烧饭、刷马桶，不都用这好好里的水吗？哎，离得近的下河边，离得远的呀，家里啊都留着几口大缸，等人担水。哦，我是想着啊，只要你肯出力气，赚的钱肯定够你们娘儿几个吃饭的。哎呀，真的？嗯。哎呀，对，我还给你找了一个生活，就是啊，有点脏。哎呀，我不怕脏。你说你说什么活？给人家倒马桶。好的。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吗？现在南通城里面，谁敢当着我的面骂我半句不好？那是因为你背后有日本人，要是他们回东洋呢？你怎么弄？这烂泥萝卜吃一段洗一段吧。这日本人惹得起吗？你要惹了他，说不定哪天把我们两个全都挂到城门楼子上去。反正我跟你说，我是绝对不会再去装神弄鬼，去给日本人跳舞陪吃陪喝。我被山本那么欺负，你坐在那里一声不敢吭，你可真是个活龟。那你就少说两句吧。我们家是做棉纱生意的，日本人哪天不高兴，他说你这是军用控制物资，半夜把我们抓走，我们去哪儿喊冤去啊？啊！好了好了，王八弄饭去，给他吃了死了，滚！少爷，我给你做饭去。哎，这二猴啊，你别吵了。不行，你赶快去宪兵队吧，小玉这儿我来劝。公爹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别再让我去了。那个山本哪次不是想揩我的油？你那个活龟儿子，在日本人面前就是死人多口气啊！哎呀，让摸一气香一气，又不会掉肉，也不会蚀本，怕什么嘛？怕！不行，我绝对不能再去了。我要是再去，我就逃不出那个山本的手心了。啊！谁？怎么办？这事要让旁人知道了，我就没脸活了。我还不如跳河死了呢。你小声点吧，我的。为什么要小点声？你们当汉奸的干了那么多坏事，不怕别人知道？我就是要让全南通的人都知道，到时候新四军打来了，也把你们关到城楼上去。今早奇怪了啊，都到吃中饭了，也不曾有人叫你来挑水啊。就是，
有几家这个时候天天要跳的。就是啊。哎，哎，王家老秀才，你是来找我挑水的吧？哦，不烦你婶子啊。哎呀，你这见外了，不是这个时候天天到你家跳水的吗？雪琴娘，哎，你昨天是不是去过刘家沙庄了？去过呀，送水。看你这个样子，也实在是很作孽了。我到前面望望去啊，到前面望望去。哎，王家老秀才，你这是，哎，这今天这王老先生是怎么了？奇怪了，打的什么百日子啊？年龄大了，老糊涂了。哎，刘家少奶奶是叫我去挑水的吧？我们家公老爹说让我去城门口找旁人挑。嫂嫂，我们就是再穷，也不能做那种事啊。怎么了？昨天下午，我们沙庄茶几上30块洋钱转个屁股就不见了。我公老爹说，除了你，没有第二个人去过。哎，刘家少奶奶。你先不要走，你把话说说清楚，谁偷你们家洋钱了啊？谁偷你们家洋钱？养出洋人没屁眼！你也别吵了，这事说不清的，说不定是我们家那老东西故意诬赖你。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就先走了。我不为难你，你把你家公公给我叫出来，我今天非得跟他说这个鸡丑阴谋。嫂嫂，你也知道。我就是个唱童子戏出身的女人，我在他们家说话不作数的，我就先走了。妈妈的，妈妈的，我冤枉，我疯狂了。这个不要脸的刘家老乌贼，他自己出口不辱，逼媳妇去陪日本人，他反来冤枉我做贼，我怎么活呀？我活不了，简直是太欺负人了！别以为我家没男人了，好欺负！走，我跟你俩讲理去。行了，去了有什么用啊？那家的儿子是翻译官，翻译官怎么样？走，你别惹事了，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？去卖吧，地上的这些够我吃3天呢。
都脏了。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呢。哟，都说小龙人好，这一趟我算是亲眼见着了。啊，对对对，你们说话，你们说话啊！哎，那个江家娘娘找你娘，跟你娘讲一下啊。江家娘娘，江家娘娘，哎，我来了，水清娘来了。哎呀，做三肉啊！哎，来来来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哎呦，你放手，我给你倒碗水啊。哎呀，不用忙，不用忙。我给你打听过了，哎，会馆的老板说最近生意进进出出挺多的，只要你肯出力气呀，保证有生活做。好的呀，喝点水。哎呦，你客气，放下放下。好好好。哎呀，另外啊，我又给你找了个差事哦，就是不知道你肯不肯做。哎呀，穷的都叮当响了，还有什么差事不愿意做的啦？你也知道我们这城里啊，那些南货店啊、茶叶店，老板都是外地的，不是什么徽州的啦，哟，就是宁波的。那一年到头呢，这些老板啊、伙计啊，总要死一些人的。这些人也不愿当孤魂野鬼，就跟自己的子孙说，到时候把棺材都抬回老家去。那这尸首动身之前呢，都要在会馆里停几天。那他们死啊活啊跟我什么关系了？哎呦，那他们要不要换衣裳啊、洗澡啊、剃头什么的呀？还要看守尸体。老板都说了啊，只要你肯做，赏钱少不了你的。而且这些死鬼身上穿的、戴的、用的、垫的，都归你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怕了？妈妈的，活鬼子这么狠，我都不怕，我还怕死鬼啊？坐。狗子说他要去天生港发电厂做工，做他的大头梦吧。他那么小，谁要他呀？小龙说了，他有办法。他有卖烧饼的，有屁办法？他有个远方表哥，就是那个三星南货店的金宝，店里的老板娘的舅舅，在厂里面做事。老板娘。哟，小龙啊，您有不相干的事情找我啊？这个是水琴娘让我送你的五香螺。让我谢谢你，五香螺啊！啊，这我倒是欢喜的。我是看你这牙讲义气，又是我们伙计金宝的表弟，正好我舅舅店厂也缺小工，做了个顺水人情，别太放在心上。老板娘，你真是菩萨心肠，谢谢你。要谢就谢你那个狗屎表哥金宝吧。啊，对啊，我表哥呢？哥，你个洋箱子，让你买个馄饨去了半个时辰。哎呀，老板娘，人多呀，排队呀。看见没？烫烫！你个洋箱子，我去钢盘店找你啊，你死到店里来了。你跟老板娘套什么近乎？不是，我发给他送这个。你不错啊，你。水琴的弟弟小狗子进了电厂，当了运煤小工啊。你个主顾。是孝子也当了，礼也送了，忙也帮了，这趟水琴是稳骗到手了吧？哎，你不要浇温屈啊！我浇温屈啊！哎，你天天跟在水琴后边等屁吃呀、啊？我看干脆让他嫁给你算了。人家能愿意吗？我说你这 hold 住是没种。哎，
你不就是脑袋上有个疤吗？有疤碍屁事儿啊！我告诉你，有疤没疤照样当新郎官。小罗啊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有好几趟啊，我都看见水心他冲你乐呢。几更天了，狗子？外头乌漆嘛黑的，没星星。啊，天还早呢，再睡会儿，一会儿娘叫你啊，再睡会儿。我怕迟到。前几天冒见二猴去迟了一刻就没拿到牌子，拉了一天的煤，一个铜板都没得。哎呀，怎么呀？这么小的芽儿，每天做工来回跑几十里地，娘真是对不起你啊！我在厂里做活，自己要小心啊。嗯。哎。南伯问有没有问你几岁了啊？我说了。你告诉他十岁了？没有，我说我十四，就是个儿长得小了点儿。真聪明。好好好，来，走吧啊，路上小心啊。娘，我走了。等等，不许调皮。嗯，姐姐，你快睡吧。娘，我走了。这他妈雨下啊，没完没了了，也不停了。该死的日本人，就知道在岗亭里睡觉，把我们多得像个落汤鸡似的。你说话小心点，里边的人能听懂中国话。我要是不听见里边打呼噜，我敢这样讲啊？妈妈的，这日本人想出这绝子绝孙的主意啊，修这死人的竹篱笆，害得老子没日没夜的站岗。日本人都清乡去了啊，你这个龟子儿不站岗，谁站岗？哎哎，什么人？站住！老总，我是天山港发电厂做小工的，去上班。才二更天，你上个大头班啊？老总，天下雨，看不见星星月亮，我家里又没有闹钟，怕去晚了被开除。作孽啊！篮子里是什么？是我做工吃的馅子饭，你就行个方便，放我过去吧。哎，谢谢老总。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。小点声。红门里，什么里干活？太君，太君，小孩得干活。工人，游击队的，不是，不是。哎呀，你你，下面这干活。哎，别吵了。红门里，太君，红门里。太君，太君。好受一些。让娘再看看你儿啊，让娘再看看你。
小龙，操心。来来来，老板娘，你喊我。我听说水清他家弟弟半夜过竹篱笆，让日本人给打死了。哎呦，早知道我就不介绍他去电厂做小工了。哎，老板娘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那你们每天都要去码头进货，是不是也要经过竹篱笆？自从那该死的竹篱笆竖起来，每天进进出出盘查紧得要命。前两天我们家进了一批正宗的洋油，也让日本人收了去了，非说是危险物资。这短命的竹篱笆，早晚一把火烧了它。你个细鬼子，喊什么呀？你不想活了是不是？好歹也是有家有小的人。老板娘，你没搞错，啊，我哪来做梦的家小？水晴啊，你不是要上水晴家做上门女婿了？哎，我不去，也不配我。要说水晴这牙也是苦命，爸爸没了，弟弟死了，这家也算是绝户了。你去啊，也算是帮他们撑门户。那我越发不能去了，不晓得的，说我捞潮头，到时候跳进黄河都洗不清。你省吃俭用帮他们家那么多忙，不做女婿不划算的呢。老板娘，也不能这么说，那都是苦瓜卵子，能帮一把就帮一把。我现在已经不想这个事情。老板娘，这个给你吃，我先走了。钱，哎，不想这事，骗鬼！草鞋底哦，刚出炉的烧饼。停！卖烧饼，金刚茄草鞋底哦。只要李富根。今届刘记沙庄百米六升，将本生利，利上加利，现折合百米九升。你个狗屁！我们家水清他爸什么时候借过你们家米呀？你这是敲诈！哎，自古以来，杀人偿命，借债还钱呀！哎，你彪彪，这上面有你男人的手印啊！哼，他在地狱呢，你去问他要去。你想耍赖皮是不是？我可告诉你，我们家二相公那可是大日本皇军面前的红人，翻译官，翻译官，你懂不懂？嘿，你是不是想到西城门那个宪兵队里边去蹲两天啊？我现在就跟你去。不要吓唬人家孤儿寡母嘛。咱们都是男同志，啊，喝的呢，都是濠河的水。有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嘛，啊。我呢，还要到李桂记吃喜酒去，我就先走一步啊，先走一步了。哎呀，我真是弄不明白，你守着这么一棵摇钱树，怎么非要过这苦日子呢？啊？哎，这个水芹啊。彪彪彪彪，哎呦喂，长得真是齐整啊！哎，水琴他娘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莫不如把你们家水琴送给我们家老爷做个雾角的丫头。呸！我们家水琴就是跟个要饭的，也不会让这老甲鱼动他一根手指头。好，算你狠，咱们走着瞧。哎，走开走开，别在这儿添乱，快走快走。哎，汉奸奶奶，我打好死。哎，哎，水清叔啊，有没有看到那个卖烧饼的水清姑娘？哪个水清？就在桥头卖烧饼那个那么多的小姑娘，我又搞不清什么水清普清的，是吧相公？搞不清楚啊。死的，等着吧你。进来，开水西施，你今早水清他娘了吗？人家的饭碗都让你们刘家给敲掉了，干嘛呀？没事情做，来这老虎灶门口干嘛？喝西北风啊？那你知道他们家住在哪里啊？那刚才你相公也跟我问水清来的，莫非你同意他做你家二奶奶呀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们家那个不是人的，要把水清抓到宪兵队去啊！哎，
这种事情不能开玩笑啊！这火灯烧到房顶了，我能骗你吗？那你不用管了，我去报信。全都不许动！好你个开水西施，刚才敢骗我，这笔账慢慢跟你算。刘新娘，大日本皇军看上你们家丫头水晴了，这不过来接她去西城门宪兵队享福去啊？那个刘家少爷，你看太不巧了，这丫头到他乡下舅舅家去了。刚才有人看见他在长桥上卖烧饼呢。你要不相信，你找啊。大哥，四十八岁。还滚！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啊，把这个女人
给我带到城外的兵营里蹲一晚上，那边还有几个慰安妇，一定要把他们全部交到山本太君手里，听见没有？是是，去去去去去去，是，走啊，看紧了啊！哎，别磨蹭了，行不行？刚刚做好的。哎呦，呦呦呦，二位老总，来来来，弄两碗姜汤。啊，哎，闪开，没看见有公事吗？哎，弄两碗姜汤。你请啊，我请。弄两碗姜汤。好嘞。来来来，请坐。哎，两碗，快点。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谁坐？我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您坐。小姐，对不起啊。老总，咱们这儿还有酒酿，热的。哪一个？干什么的？瞎了你们狗眼了，连姑奶奶我都不认识了。枪差点走火了，原来是三里宽的。坐坐。哎呦，少奶奶，这么晚了还在外边转魂呢。我家刘二呢？哦，刚才我们刚在宪兵队门口分开的。他今天不曾回家吃饭，我跟老爹说让我给他做点吃的送到宪兵队去。哎呦，少奶奶真是一等一的贤惠。要不你去吧，我们也走了。慢点。哟，这不是东南营的惠姑娘吗？你们怎么跟她在一起啊？我们哪有福气跟她在一起啊？是刘翻译官。什么？刘二的龟嘴跟着婊子？哎呦，误会误会，翻译官让我们俩把他送到天神港去，说山本在那等着呢。胡说八道！山本他不在宪兵队，去天神港了？是这样的，少奶奶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正好啊。新四军和日本人在如皋、海安拉锯打仗，天神港电厂的那些东洋人啊，现在差不多都出去清乡去了。正好从南京来了个叫渡边的少将，山本把他那个小队劈出一半人去天神港伺候去了。放屁！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我现在就去找刘二这龟子去。哎，别，少奶奶，千万别去。也不知道这造什么孽了，这龟子出去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在外边给我戏婊子。看我回去怎么让他跪榻吧！哎呀，二位老总，姜汤好了，来来来，来，好了好了，哎，你坚持，我认不起，跪了，我们新四军，四老爷饶命，四老爷饶命，我没犯错啊！快说，天神港电厂还多少鬼子？啊，连电厂东边五街桥篱笆口站岗的，一共有十个人。厂里有多少鬼子？剩下的二十多人都是我们和平军，对对对对。刘二呢？他来无踪无影，我们也不晓得呀。刚才你们说要把惠姑娘送到天山港电厂去，啊，是的。南京来的渡边那个老龟仔，明天过五十大寿，山本非要让刘翻译官给他找女人，好拍上司的马屁。明天晚饭前必须要到达天山港电厂，带他们走。走，老崔！真是的，为难你们了，妹妹，为难你了。小玉，要不你跟我们走吧？不行。我现在得回家，要是刘二他爸那个老甲鱼发现什么破绽了，就又得出人命了。回家，那您没事，我晓得该怎么做。好吧，这里不能久留，咱们再说啊。我得了脏病。活不长，我就想，与其让那些畜生糟蹋好人家的姑娘媳妇儿，倒不如让我去，我把脏病过给他们，让那些畜生一个都不得好死。深深。我身子脏了，心不脏。
想女儿了，还是不得听话，应该跟水清一半大了。死了也好，要不然现在小日本在，一个姑娘在，还不是不得安生。今天晚上于正的要来，我们得跟他说一下，得把水清留下，我们两家。 得留下一个根。这样，我呢去打洋油。水心的事儿，你跟于政委说。水心妹子，你看你们水上人家还有那么多老的小呢，需要人照顾，这次你就不要去了。为什么不让我去啊？你是牙儿，我十九了，我什么都清爽。平时铜匠伯伯总是让小龙偷偷摸摸的去南货店打洋油。 我晓得那是派什么用场的呀，乡亲们，我们这次行动是由苏中四分区直接领导的，组织上派我这次来呢，也是跟大家商量一下，这城外绵延200多里的主力把墙，如果没有城里城外乡亲们的积极配合，相信是没有办法摧毁的。这样吧，就留水琴在家照顾你们船上人家的这些老的小的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我们。 天不亮出发，一定要想办法混过十里坊的桥头哨子，然后大伙躲在船上。等下午3点以后，再陆续的往五街桥的竹篱笆口去接头。是不是我们只要拖住五街桥篱笆豁口的这些鬼子就行了？你放心，政委，只要新四军打阻击，拦住电厂和唐家闸炮楼里的那些鬼子，若云和他们在西边，我和觉岗、奔查、马唐的同学们在东边。 到时候大家一起行动，肯定没问题。就是，水心妹子，委屈你，就别散架了。哎呀，怎么才回来呀？怎么那么长时间啊？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？这个，娘，你帮我带给小龙吧。傻孩子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等娘把这狗日的篱笆烧了，回来以后，选个日子给你们俩成亲啊。 Thank you.
林同志啊，我终于把你给等到了。哎呦，刘家二少爷，呦呦呦呦，你看你看，我真没看出来，你这么晚了，您老有什么吩咐啊？这大半夜的，你是要去哪儿啊？这船里藏了多少新四军的土八路啊？我们乡下人啊，胆小得很，哪敢藏什么新四军呢？那你可别怪我不客气。弟兄们，赶紧下去，把那船给我拉到岸边，我都要看看里面真没藏什么人呢。你看，说你们耳朵里都长毛了，你去呀，去呀。二少爷，不好意思，你四爷就在这块儿。哎这大热天还点上火熏蚊子，这呛死了。有总比没有好啊，呛死我了。这天都热死了啊，连口茶水都没有。你这想得美，渴了去喝两口河水去。不行，那水喝完下肚子。这他妈的小日本哈，天一热，跑到岗楼里蹭风量去了。哎，听说没有？晚上渡边那个老王八蛋过生日，小日本都去，劝，全都去，劝，啊，吃了都下肚子，对，辣死他！呸！别以为你人长得周正，太君就会喜欢你啊！嘿，要去投公是吧？哎呀，我可不跟你啰嗦，今天是大太君生日，刘翻译官给我们家订的货。哎，你看我这鱼，活绝活跳的，你这鱼还算鱼吗？你看看我的鱼啊，比一比，那简直就是猫鱼。不是，那你说谁呢？谁是猫鱼啊？你是猫鱼。哎，你再说一遍。那你说谁？哎哎哎，干什么的？哎，老总是这样的，刘家二相公让我给天山港的太君送鱼。哎，你个死奶奶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明明找的是我们家，说好了一块大洋的，你做什么？你被窝里放屁，你想独吞啊你？你才想独吞，你才吃屁呢。你吃，你吃，你吃，吃你吃，呸！你这个死脸，你敢拍我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懒得理你，我。你把我的鱼都撒了！我干我！哎呀呀！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！我死脸，我告诉你，我撕了你的脸！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！进来！怎么的？太君，他们两个是这个船上的女人啊，给山本太君送鱼和虾的。俩人抢生意，打起来了。我也是做 nice。太君，太君，这个西瓜是给山本太君的。山本太君。我的西瓜。太快！我看你这下拿什么上山本太君席？你别吵了！别吵了！没完没了了，吵什么？好，我呀，看在老总和太君的面子上，我就不跟你啰嗦了。闭嘴吧你！嗨，要不然我没完了，我就。慢点，哎，慢点，太君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太监，太监，哎，别误会，太监，太监，别误会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，太监，太监，哎，别误会，别误会，自己人。是这样，我们是从城里来的，啊，是刘翻译官让我们把他们。送给山本太君的。太君，把姑娘打大了。太君，杀！杀！啊！不是呀！别动，小妹，散散。狗日的，你也会有今天。
就在那个晚上，南通的老百姓在新四军的带领下，把日本人从江南运来的用50000根竹子修筑的200多里长的竹篱笆一把火烧了个精光。那天晚上，我娘他们像发了疯一样。Thank you.
那天晚上，所有的亲人都离我而去了，就那一个晚上了，他们一句话都没有留下，我身边只有这双给小龙做的鞋，他还没穿过呢。他已经陪了我70多年了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从来没有忘记他们。小龙，你为什么一句话都没留下就走了呢？还有我娘，我铜匠伯伯和婶婶，施家娘娘、惠姑娘、张家姐姐，我忘不了你们，我忘不了70多年前濠河边上的日日夜夜呀。